大家可以看到高屏溪的入水吗？泡沫浓汤，在万兴吊桥这边的蓝河堰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水源源不绝的流入高屏溪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前面一大片的泡沫，还有呢这些废弃物瓶瓶罐罐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目前因为整个在做工程，所以水大概只能从这边进来。